你在这里干嘛？小老虎不会在这种地方。我操！走了走了，打不赢打不赢打不赢，下一个走了。我操，下一个，我操，等下。我操 ！The shy， 呜呼！有没有可能是 on？ 你说微博的 on 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是他，怎么可能？有刘青松跟那个小明在，我觉得是小明。PLG 这个也要看战队成绩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其实。会看，他们会看那个战队的成绩排名，常规赛排名多少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 V5 的上中伤我觉得是百分百， ADC 不太确定，中伤是5000%。反正我觉得应该大概率是 Lichi Kanabi Rookie 辅助是小明， AD 就那三个人， Viper Light 还有谁？啊，那个 Porti， 不有的 AD。打野不用掉了，打野就百分之百是卡纳比，啥都不用想了。卡纳比现在是目前打野里面 MVP 最多的，数据最漂亮的，最好看的，包括不管是轰小龙还是那个补刀还是节奏，前面 Gank。Gank 小龙 ，Gank 空龙，空先锋大龙，还有海视野，补刀金鸡，目前 LPL 第一打野，所有数据他是第一，他就是第一，基本上全都是第一。前三肯定没有毒硬币，别想了。啥都不用想，第一 rookie， 第二小虎，第三 knight， 哪来的毒硬币啊？毒硬币倒数第一，今年春季赛前三没有我，希望下一赛有我，加油吧！下一赛的毒硬币还是挺猛的，春季赛的毒硬币是个混子，玩的跟狗屎一样，但是下一赛的毒硬币就是 super carry 毒硬币。我去年世界赛前，所有包括。国内的媒体啊，国外的那些媒体都是那些，对些那些评价，对我的评价是十一中，进了歇赛，十一中变成十六中，所以呢，那些你们就看一看就可以了。我自己的粉什么学友粉那个什么粉丝选手的粉丝们就看了，哎呦我喜欢的选手第一了，哎呦好开心，或这样第二第三开心就可以，就看谁是冠军了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对面上路是那个叫什么 FunPlus 那个上路小老虎，小虎，我们哦是上大陆路啊，下一个玩中大阿克香，下一个的中大阿克香，你们在这里干嘛？小老虎不会在这种地方，我操！走了走了，打不赢打不赢打不赢，下一个走了，我操，下一个，我操，等下，我操，等下，呜呼，啊，什么东西啊，我操，下一个是上路啊，妈呀，下一个上路，兄弟们，啊，不是中单下一个吗？那两级抓上。两级抓上，两级抓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小老虎！小老虎要踢出来，再抓一次。
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地面下路马上就灵感。这里没有，这里没有，这里百分之百没有，我确定。拜！对面上路灵钢丝，小老虎灵钢丝，灵钢丝哦，灵钢。算了，没事。啊，有眼吗？妈呀！下一个，你真的别再死了啊！哎呦，这真的不能死啊！好吧，我猜怎么血量八十？来了来了来了，男枪来了男枪来了，你可以攻男枪，你可以攻男枪。别吃别吃，啊，说吗？那你要死了。哦，不要！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K 头。嗨！操！闺蜜的惩戒，相信我吗？要打架，要打架，要打架！勾人，勾人！完了！哦！妈呀，列娜，他这个西班牙人，真的土干的人，就西班牙垃圾英雄，英雄联盟设计师开车的啊！你怎么又出了一个这种奇奇怪怪的英雄 ？nice， 哎，设计师真的是烦死了！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英雄到底？谢谢，我在你家放 W 变身。我来了，宝贝们，绕一下这个视野。98K， 英雄登场！他们看不到我，我在这里卡视野。哦，他为什么能看到我？啊，这里有血晶啊！哈哈哈，啊，这里有血晶，兄弟们，地盘，滚！我帮你打下一个啊！这是你的大吗？妈呀，我没看到那，我没注意那个有水晶，我操！迷宫吗？我排到下一个，我现在抽卡不会抽到下一个吧？有没有机会啊？我排到真的下一个了，他是真人。我抽卡有没有机会排到下一个呢？